希伯来小说最快咧就系内当咧系黑色帽嗰位小护院啦，咁啊中间白色帽就联成福星，开边黄色帽就饮水思源啊，咁啊得翻三只马刺集啫。好啦，转嗰啲六百米弯嘅时候啊，前面痴男快风就系小护院啦，咁啊开边讲到黄色帽咧就系几好走势就饮水思源，中间啲蚕食跟上咧就联成福星啊，三只马转弯入最后直路嘅，咁内当数出嚟就系小护院，中间就联成福星，开边外当就饮水思源，都几好走。走势嘅，好啦，咁啊，仲有250米路从到终点啊，里边内档再骑一骑咧，小护员仲系占先嘅，中间咧就系逼落去就麻麻地啊，联成福星，反而外档揿住咗上嚟咧，见到饮水思源都几好走势嘅，咁啊，饮水思源越追越睇可唔可以追到小护员啊，都系追唔到嘅，赢市集就系小护员跑掂饮水思源，第三名就联成福星。